The situation is very serious right now. We've seen that food prices have increased sharply in the month of July, especially for soybeans and maize. Also, the price of wheat is very high, has increased about 25%. So they may have very serious effects on the economy, on poverty, and as well on nutrition. Yeah, we are fakir. Yeah, bugat alvaro, bugat alvaro. Blashi wala blashi wala gada. Yeah, Allah, nhasil wala gada wala ashay Allah. There is no fat. Subcutaneous fat, also muscles of buttocks. There is atrophy here and here. This is a case of severe malnutrition.整包都浪费掉了。都剩下很这么多东西，像这个面包都丢回去喂小鸟，像这个也是很浪费的，玉米、番薯啦，纸巾啦。多少厨余呀、啊？多少呢？没有吃完的食物啊！啊，实在是看的哈，很令人心疼啊！真是在香港中秋夜，大家要去观赏月圆，就到了那样的一个叫做白石烧烤场哦。一个临海的地方，这个地方完全都提供给人人呐、啊，在那里吃喝玩乐的地方呐、啊，它的广场可以容纳400桌的，换一句话就是说，可以提供给4000人的这种吃喝玩乐的地方，常常吃尽人呐、啊。都会到那里去回收粪扫哈，这个垃圾啊，他们都会去资源回收。那个数量比平常多多少倍？有没有？大概5倍到啦。5倍。啊、我哋平时啦，大概收6-7袋啊，今日起码3-4袋。然后上来烧烤的人，他们是没有分类这个动作。冇噶，冇噶。虽然我哋已经喺嗰啲回喺我哋啲箱嗰啲桶里面贴晒啊，甚至系挂晒 band 啊。其实呢，这是我们要好好的来教育，生活中啊，要节省，要剔除掉这样的奢侈。那我们应该呢，要好好来推动啊，让整个社会呢，人人更能理解哦，世间上还有多少人呐、啊？没有东西吃的啊，穷啊，缺乏粮食的人，饥饿中的人有多少啊？希望能来启发人人的爱心，将心比心啊！慈济人不断在推动八分饱，这都是呢，人人呐、啊、应该要有正确的观念。我们要节省一点，你有爱心剩余的可以捐出来，不是呢点的吼、哦、吃不完呐、啊、浪费掉，这叫做剩余。真正的剩余呢，是那一份的爱心，爱有余哦，不要呢缺爱症哦。我们人生啊，会变成了这么的混乱，那灾难那么多啊，都是呢的不够，缺不够什么爱不够，缺什么爱有缺哈、哦，所以永远的不够的哈、哦，还有享受不够的，永远都要享受。其实，享受快乐吗？
一点都不快乐，还是很累啊，花钱啊，又要花时间啊，还要花体力啊，那什么时候无偿现钱都不知耶。就如因为应这样的中秋节庆哦，所以啊，有的人呐、啊，利用驾到国外游览的人可不少哦，吼，嘛也个真多吼。但是呢，这样的交通在外面呐、啊，印尼啊、万隆也有呢，游览车啊。欢呼啦！台湾的游客在这一场车祸啊，也有9个人受伤哦。那在大陆的游览客呢，也是有3个人往生啊。还有呢，越南发生了船难，哦，的确呢，也是很严重哦。台湾的哈，18个人落水，有5个人呢已经往生了啦。悲啊，这就是一场的悲。那乘兴而出门，但是呢，抱回台湾来的家里的人难以接受啊，这都是一场。悲欢离合的挣扎哦，那当然啦、啊，我们还记得在香港的一场船难，30多人遇难呐、啊。所以现在香港为了这一件事呢，政府跟民众啊，都陷入了悲伤哦，所以有3天呢降。半旗的，这都是呢，在当地呢也是有这样的悲情啊。本来都是想要趁着过节的哈、哦，也要欢乐一下，没想到造成了这样的事故，人生无常哦，哦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警惕呀、啊。社会有多少？孤老无依的人需要人扶助啊，多少呢？那残疾孤老需要有人陪伴呐、啊。有剩余的时间，为什么不去做这一些事呢？我们假如转了一个念头，为什么不好好的把自己的生活来一个真的？富有余的人生呢，我们用的足够就好了，剩余的还可以去帮助别人啊，为什么要这么的浪费呢？有时间多去多做志工啊，奉献啊，把你的精神力量呢付出帮助呢苦难人。所以我们呢，真的要把时间呢留给最有用的，把金钱呐、啊、食物啊留给最需要的，能这样的付出呢，才是真的有用的哈、哦，有价值的、啊。的确，我们人人用心用爱付出，今天的新店呐、啊，要评鉴哈、哦，看慈济人呐、啊。9月底啊，就动员了1000多人呐、啊，我们的医护同仁们呐、啊，也几百人哦，投入哦。啊，星期六呢，大家呢都是这样的投入哦，这都是呢一分付出一分量力啊，心灵的环保，还有呢环境的环保，人人用心用爱，付出时间力量。去打扫，看任何一个地方一尘不染，真正的名副其实哦。他们都很开心哎，好、哦、拔草拔草啊，不只是呢拔大地的草，是拔新草啊，把这样的一大
片的草坪里当成了修行道场。那把这样的心情调换一下，这不都是呢比出门观光啊、爬山啊、或者是坐船啊等等呢都好玩的多吗？大家呢平平安安的哈，有其实也可以呢面看的一大片的绿绿的草，而且可以呢啊你弯下腰来运动啊，那对身体也好，对心也好哈。那还有呢是能让整片的大地呢亮丽起来，这不都是亮丽人生吗？这样真的很感动人生啊。只要想通呢，我想每一个动作呢不都是利益人群的互动，这多么亮丽的人生啊。